看你咩？水地吼，伊下晡伊都水数好啊。Thank you.
找的时候我帮你录。水用到眼睛吗？然后擦干就好。我不是有教你要先擦哪里？叫阿妈拿棉花这样冲，然后水就会流下来，然后你就把它拨掉就好了，好吧？我刚是要拿它。就是我这海边没有毛细，你就水搓甩的，好，擦就好。只要你要先拨哪里，你把眼睛拨开，然后再把头发拨上去，整个不会散。你确定？给他卡一下，他们太阳偏是没关系的、啊。我要给他工资，我不我好意思吧。
没？怎么可能？没有。他是你们上次睡的时候不会冷，他可是陶喆宝宝下次跟你们睡的时候就会冷，对不对？我可以，我按这个。